事件六：以西结的路标。在以西结书，耶和华吩咐以西结作出一个路标，标记住两条的道路，是巴比伦王可以使用来到进攻中间之地。以西结书二十一章二十节写住：你要定出一条路，使刀来到亚扪人的拉巴，又要定出一条路，使刀来到犹大坚固的城耶路撒冷。当我们看这个地图，如果巴比伦的军队由大马色进入，他们需要作出一个决定，是否跟随东南部的路线，从住外约旦河大道一路攻往拉巴，又或者他们可以利用西南的路线，经由耶斯列谷南下，跟着攻打犹大和耶路撒冷。这一段的经文强调了总共有两条的帝国大道贯穿这个中间之地。